是我要的那种结果。太像鸡中了，白高兴一场。哎，老表，你捡到镜子没有？我捡到了一朵鸡枞。好，你竟然骗我！刚才还说在方便，原来是在撬鸡枞啊！你看，哇，这么大一朵！哎，老表，原来是一朵水鸡枞啊！水鸡枞也是鸡枞啊！哎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看我的。哇，表弟！你这么厉害啊。那是必须的，谁叫你骗我。表弟，这镜子有毒不能吃，你是不是想请全村人吃饭？老表，你别骗我，我读书少。老表，我才不信你呢，你是不是想让我扔了你偷偷去捡？我也是醉了。谁叫你骗我。捡到这么多，好难过，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。好开心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。表哥，老表，你别睡着喽。老表，别睡了，家人等着吃大餐呢。等着躺板板还差不多，赶快去捡。走吧。表弟，我劝你把镜子扔了。我就是不扔。那好，2元30。哼。